这是今天来的主要目的。那我要特别感谢哦，今天好巧，我们台中市啊的乡亲哦，哎，跑来这边玩哦。我们的台中沙鹿区的乡亲，要不要跟大家挥挥手，在后面哦。你看，哇，他都要台湾在是谁了啊？他写了加个灯点，所以他们稍微变更行程，留了半小时在这里。啊，但我跟你就一小节哈，好，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各位，欢迎你们来到台中花博。谢谢。